自己也察觉到了吧？你第一把入靶时间太长了，总共8秒钟，你入靶就接近了3秒，这就导致你后面射击节奏混乱，也就丢失了稳定性。为什么呀？6周了，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我用第一把停扣啊，耗时时间比边走边扣要长，而且我用的模型枪，还要自行模拟击发后枪的跳动。 保持在正常的瞄准。扯淡！你用模型枪就该考虑跳动。你第一枪入靶弯为什么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你还没有放下过去的阴影。你要是想用技术超越心理，你就必须大量的练习，形成肌肉记忆才行。你做不到为什么啊？证明你练的不够。教练，我想用真枪。 教练，教练，距离大运会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你确定吗？你前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就要用掉那5发子弹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报告。6、7、8。 来晚了，我刚呼叫他来练习场，刚去取了。就你事儿多，队长，你也别训他了，这不还有一个人没来吗？也不知道上哪儿鬼混去了。你说的是沈娟吧？他不想来也正常，溜过星期了，连一次真枪都没碰过。整天用那个模型枪糊弄，怎么可能出得了成绩？要我说呀，他能坚持到现在，已经是个奇迹。说什么呢？ 我师兄不可能半途而废的。队长，如果让你再练习时模拟击发后跳，还要控制在第4象限内，这能做到吗？理论上来说是可以。问这个吗？我刚去取护袖的时候，听到沈娟对教练说，他每次在练习时都要模拟击发后跳，还要保持水平。教练跟他说这是基本。沈娟，不可能吧？他是陀螺仪长管模块成精了吧？是你们做不到而已。 我师兄怎么能跟你们一样？他是练到满级砍掉重来，原本的技能都还在。在吹牛吧？哼！送个耳罩你都这么折腾了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仪式感。 哼哼，走啦！嗯，师兄，听说雷教练不让你摸真枪，这只是暂时的。 3月份大运会，你一定能参加。我心里有数。师兄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我看你在忙，就直接过来找你了。哦，对，教练跟我说，为了方便我训练，让我搬到射击队的宿舍去。 挺好的呀，以后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。师兄，早就盼你回来了，房子都收拾好了。哦，谢谢啊，队长。 今儿没课，回来这么早。嗯，不过也正好，一会儿一起吃个饭，毕竟要一起住上2年吧。2年啊！我觉得有些人先把这次集训冲下来再说吧。哎，口说智商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这次回来，也不是为了向谁证明我自己。
哎呀，师兄，我之前看过队长的履历，他好像还参加过你们那届的青少年锦标赛，是吗？我怎么没印象？礼物没送啊？不是不送，时候未到。你送个礼物还要看黄历吗？比我写论文还麻烦。你论文写多久了？怎么啦？写不下去了？我就是感到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，看资料都快把自己绕进去了。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不耻下问吗？林雨金，你有些时候说话挺有用的。傅律师，有事请教。喂，我现在在写法理学的论文，现在找到主题了，但不知道从哪个点切入。想跟你请教一下，我这儿还有事儿，怎么了？你说，给你两分钟。就是，系里有事儿，和雷教练请过假了。早上的体训，我这就去操场补上。刚队长一直在看你。哎，教练让你拿真枪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，那天你露那一手模拟接发后的跳动。雷教练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也很满意。这是空枪，没有子弹。雷教练只是同意我练习第一发的停扣。啊？雷教练怎么还不让你用实弹啊？这样到比赛肯定会出问题的。空枪和实弹区别很大的。练好你自己的吧。那我先去跑步了。师兄加油。拜拜。晚上十点，咖啡厅见。这儿呢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训练有点晚了。我也刚到没多久，给你寄的物理系的笔记，你看看。你又去旁听了？什么时候去的？没花多少时间，都是偷师孙明川的。
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挺有用的，但我就是怕耽误你复习。不会的，相信小林老师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。再说了，大一的物理题对我来说还挺简单的。等考完试以后，我再好好陪你。嗯，看看，待会儿陪。不要挂科，保证门门过。对呀，我们这些普通人不用像小林学霸这么有追求的。你怎么了？不会没考好吧？有一门公选课有点麻烦。麻烦？你们学霸所谓的麻烦是你没考上90分吗？最近不是帮审卷记笔记吗？缺了点考勤，肯定要扣分。说半天就是选修课啊，下学期还可以补分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觉得2天快递能到吗？你还买东西啊？马上都放假了，你到时候回家了，快递也没到。我们家今年新在浦城买了房子，按照习俗，今年应该就在这边过年了。我爸妈还有2天就过来了，我得先买日用品。哎，你和沈卷准备怎么过呀？算了，你还是别回答我了，我不想吃狗粮。什么狗粮啊，他忙着训练呢，我还是先别打扰他了。来来来，集合。